然后本人我那个不喜欢吃甜点的，所以就是马小龙非常开心。我知道。欢迎光临五家高中，你们很有礼貌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欢迎光临五家高中。哇！欢迎光临五家高中。谢谢光临五家高中。那干嘛？老师好，校长好。好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，就是算是甜点界最难的东西，我们要制作，对不对？当然。那我们可以请就是老师先简单的教学一下好了。哦，真的哈，你们第一次做马卡龙吗？是。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甜点。马卡龙的材料其实非常的简单，第一个我们有杏仁粉，第二个我们有糖粉，是纯糖粉哦，不能有玉米粉混合在其中的。那我们的那个杏仁粉跟糖粉都已经过筛过了，所以我们要两个混合在一起。好，那它们的比例是1:1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拌匀在一起。哦，对，因为马卡龙为什么会这么贵？40块一颗，80块一颗，为什么那么贵？对，因为它很容易失败。啊，那我今天做的是绿色。然后在这边是红色，哎，你的色素都在这里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调整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加太多就没有粉粉蒙蒙的感觉，好，所以在加色素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慢慢增加它的颜色的色泽，对，你要一定要把它拌成一个，就变成一个面团嘛，对，好，那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开始煮我们的糖浆，哦。加水里面是糖吗？对，先打发它。如果我这边煮到117度，它那边还没有打发，我没有办法冲，然后我再等它的温度下降，我还是会失败。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两边都要配合。因为对我为什么可以等，是因为我现在只有蛋白把空气打进去，我没有加糖。那等一下我这边跟它报温度，然后告诉它的时候，它再继续打。那温度大概要多少？117度。哦，这么准确这样？对，我到110，我到110的时候才会告诉他，那温度是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越来越高。等它冷却，现在已经打发了，那我就把糖浆冲进来了。冲进来的时候，我的糖浆就是我的蛋白都在同时打发成两倍的状态，然后感觉变很奶油的，变大了，怎么样？嗯，好。然后你摸它的温度就下降，是。然后最后我们先停下来，再看看它有没有变成像开心八号一样，就是有点坚固的状态。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打发，判断一下，它们变有没有？哦，这样就是 OK 的，打发的状态。36，对，36、37度。然后你看这个状态。是不是就像刚刚校长说的，已经变稠的感觉？基本上第三样东西呢，是会影响到你的成败。蛋白霜，然后现在是面团，我们要拌成一个面糊。要面糊要拌到多稀，会影响到你马卡龙烤出来的成败。换我们接手了，正式 PK 开始。再拿一个来，小孩，然后放这边，然后我需要花纸跟小蛋。你可以判断，如果我这样挤的时候，它上面没有自己散开成一个光滑的面糊，就表示你刚刚的搅拌不够，那你就再继续搅拌。是啊，好，那我们挤花袋里头装的那个面糊，不要一次太多。我要怎么帮你？不好挤，我帮你抓怎么？打好，你再来让它再拌一下。那 size 的话，一般我们现在看到 size 是可大可小，最主要的是每一盘的 size 要一样大，这样你烤出来才不会有的熟，有的没有熟，有的熟，有的没有熟。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让它这个烤盘子固定，我们先上一些面糊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哈利波特跟我们一起来做一。哈利波特。只是因为你跟哈利波特一样都戴了眼镜。对，好。那我现在开始挤了，那我挤比较小一点。校长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小一点，好，不要太大。因为烤一烤就会变大，对不对？对。专业哦。好，你现在。你不错。谁要帮我？棒极耶！棒。好。OK。那马卡龙等一下就送进去烤的话，我们是160度烤2个12分钟。2个12分钟，对，为什么要2个？
是两次吗？第一个十二分钟，我们要让他看他是不是胀起来、嗯。如果这个时候破裂的话，你 就真的失败了，就失败了。那第二次的十二分钟是说，我们会关火，让他再焖十二分钟之后呢，你要看他的底部呈现的是不是像饼干这样子。那如果是 OK 的话，就表示你蛮好的，是真的成功了。所以一个马卡龙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你现在甘愿一个付80块了吧？可以，200块没问题。对啊，哦、真的吗？200块有问题，很值得。所以你做了吗？对，因为当你做的时候，你失败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说啊，其实并不容易。但是你刚刚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材料，是不是就很简单？是不是有杏仁粉、糖粉、砂糖跟蛋白？就只有这四个原料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出各式各样不同内馅的马卡龙、哦、所以马卡龙的皮它除了颜色不一样之外，它其他变化是在它的中间的内馅、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做内馅。对对对，我们的等一下我们来夹我们的内馅。今天我们有准备一个柠檬口味，一个焦糖口味的内馅。哦，对对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为什么要做柠檬口味？是因为马卡龙，我们刚刚说我们那里头的材料有很多的糖粉跟砂糖、对不对？它会非常的甜嘛。所以马卡龙本来就非常甜，是因为我们做饼干的皮本来就很甜，所以我们要调整它的甜度的话，是不是酸甜度或是苦甜度，你就会平衡。所以好吃的马卡龙不会只有甜度。你如果加了柠檬，是不是酸甜越来越好吃？综合了，你加了巧克力，是不是就是苦甜？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甜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让它平衡。太好了，剩下最后一个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进烤？你们加油。抢先一步，所以我们这个烤好啊，你来帮我。洗好就是这个东西，那个小光亮，是，好亮。其实我很有信心。好，那你直接来，不要废话，看一下。好啊，揭晓的孩子们。好，3、2、1，来，快，快。哎、欸，哇塞，快！我觉得应该有，还是有一颗。我看一下，就你也很厉害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一个是完整的。OK。真的是不太想吃。耶！但是我们要来检查一下，它后面有没有烤好？烤。来，你这边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有平，就表示你已经后面烤好，只是表面上炉温太高，它才会裂开。如果烤箱不配合你的话，你可能工序都没有变，但是它一烤就裂。或者是说烤了半天它不会裂，但是因为效果太低，它也没有群角出来，这些通通都是有关系。所以有可能是在我们搅拌的时候，它那个没有搅拌好。搅拌有可能，然后也有可能是烤箱没有烤好，也可能是我们蛋白霜没有打好。就是说，当你马卡龙做失败的时候，所有的原因呢都是原因。那最好的方式是重做一遍。我应该没这样。太好了，重做一遍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是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在烤箱里头快要好。有笔了。很平了。虽然不满意，但可以接受，已经比较好了。不满意的我们怎么办？干嘛？谢谢。哦，哇，两位主持人给我很大的鼓励，真的，谢谢。不过你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马卡龙要卖这么贵了，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做的时候有这边跟这一边，它全部都是会裂开，是正常经常发生的。是，所以因为它的失败率高，它的耗损率高，所以成本就高，然后它又长得漂亮。大家又很喜欢，又很吸引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可以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失败就不要去想什么原因，就失败就重新再来一遍，对，每一个环节都要检查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成功马卡龙不成功，我们不成功，但校长成功。对，谢谢。来，拿一个成功的马卡龙。那你要转学吗？拿一个成功的马卡龙。我觉得看他这样做的话，我应该耗更久。请来，这个馅给你，先给你，来自己夹一个馅， yeah.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拿。哎呦，我准备一下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夹的很漂亮。好，我们第一次制作的马卡龙失败。对，因为其实马卡龙是最难的，但是你做会之后，它就会变成最简单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手工果酱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只要有手就能做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事实上，等你做好了之后，你就发现它其实也很难。对，但是第一次都是很容易上手的。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做草莓果酱。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果酱呢，其实它只有三种材料。好不好？那很明显，就是草莓嘛，这是砂糖，砂糖，白砂糖，白砂糖，这是柠檬汁，柠檬汁。好，那直接做啦。好，来第一步，来有请执行员。然后，那我就是老师还是要讲一下话。老师你动头一下，然后我们动手。
因为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把草莓放到铜锅里头，铜锅，所以这是铜锅，对，这个是铜锅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用铜锅？为什么要用铜锅？铜锅的话导热比较平均，所以他们传统的是用铜锅。如果你在家里没有铜锅，任何锅子厚底的锅子是最适合做果酱。然后你先加柠檬汁。哎，为什么做果酱为什么要用柠檬汁？为什么要做柠檬汁？是因为它要调整它的酸碱值。通常我们一公斤的水果呢，要加带一颗到半颗的柠檬汁。任何水果都要。对，那对任何水果都要，基本上都要，除非它很不酸，然后再加砂糖。砂糖，对，砂糖是甘蔗提炼的嘛，所有甘蔗提炼的糖，通通都可以。如果说你用那个红糖的话，它会有色泽跟颜色上的差别，你可能还拌一拌。没有，其实就是拌一拌，对，拌一拌。为什么要现在拌一拌呢？是说你如果不拌的话，我的底部是不是会烧焦？嗯，那你如果在家里时间比较长的话，下次你在家里做的话，你就先把糖跟水果还有柠檬汁先混合，放在锅子里头，然后你放在冰箱，让它的水分释出。所以你要煮的时候呢，就不担心它会烧焦。现在我要它快点拌一下，已经有了，有感觉。对。那是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做果酱吗？还是所有水果基本上可以做果酱，但是你要看好不好吃。所以像做草莓果酱是你可以不用切。通常红色的水果跟绿色的水果在加热的时候它会变色。草莓里头也有花青素，那所以你加热之后呢，你很容易买到市售的草莓果酱，怎么不是红色，而是有点带咖啡色？那是因为它是天然的。对，还是天然，天然的。那我们做手工果酱很要紧的一点是，我们的颜色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做出来全部都煮成黑色暗暗的，会好吃吗？是。那你色泽很重要，跟我们的炉火有很大的关系。你是不是发现水越来越多？有，那味道已经出来了，好甜的味道。为什么会水分越来越多？水从哪里来？草莓里面来。对，那我们加了糖之后呢，我们在熬煮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水分就蒸发掉了？是。那所以你会越来越稠。嗯，所以当你煮滚沸之后，保持滚沸，然后你就放着，然后你三不五时再去搅拌它，只是为了让它黏底。结棒。那最后它就会慢慢浓缩。所以它就是到时候就会全部消失。对，它会越来越浓缩，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上面这个泡泡有没有？泡泡你要慢慢的捞掉，不要。你有看过果酱有泡泡吗？为什么？你这个泡泡如果不捞掉，就像那个你煮排骨汤上面那层火锅样子。对啊，寿喜烧有没有？对对对。但是你要捞少一点，因为你在捞的时候，你把酱汁都捞掉了。那你可以把泡泡刮到旁边去。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用那个耐热塑胶刮板，就是为了要让它的底部不要粘在底部，粘在底部很容易就烧焦。了解。那烧焦的时候怎么办？整锅就毁了吧，因为味道全部变掉。那要怎么处理？我知道，我刚刚有认真听。好，怎么处理？我忘记了。你先讲。倒荤。啊，浪费啊！不然嘞。这个呢，就是要叫聪明的人来帮你解答。就是呢，我们把这个锅子拿出来，然后倒了，把那个烤烧焦的地方去掉之后，再拿回来，假装没事，继续烤。不是，继续。所以是要先拿出来，这一锅先倒出来。你不能尖叫。老师，老师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原版是这样：第一个烧焦的时候，不是要把锅子拿去丢掉，藏起来，而是第一个你不要慌，那你不要说不能尖叫，所有的人都来厨房看，说发现下面带起，然后没有，你就要当做没有事。当你烧焦的时候，第一个你会用鼻子去闻到，因为你会看不到嘛。那你闻到的时候，你就千万不要去拌它，你不要把焦的部分都拌开。你闻到的时候，你就先把它倒在锅子里头，然后你一看，一定是底部烧焦才有味道。那你再把那个锅子的那个底部烧焦的地方清掉之后，再把它倒回去，就只要没事，就没事。那这样子会不会草莓酱就变质？当你那个拌开之后，你的焦味如果拌在这里头的话，就会有浓的焦味，那就救不回来。可是你如果像我刚刚那个处理方式，你闻到味道你怀疑了没有关系，你先倒出来 check 一下我的底部，你不要先去刮它，一刮它你可能把一部分的焦的部分全部都整锅都是，那你就会变成焦糖果酱。对，这个永远都用不完嘞，永远都用不完。然后等一下草莓酱之后一小滴，对，其实你会越煮越浓稠，糖加的越多，你的果酱可以放越久。如果一公斤的水果加上一公斤的糖，你可以放一年。
如果一公斤的水果加上五百克的糖，你就放半年。糖有防。如果你一公斤的水果，你加上300克或是低于300克的糖，你就放在冰箱2个礼拜。那它坏掉了就是发霉。你有没有觉得有阻力？来前后前后推，前后前后。你刚才绕圈圈。有一点。需不需要有点用力去推它？就是有点 KK。对，那就表示已经好了。那就好了。希望今天的示范能够带领大家深入浅出的来把果酱做到最好，还有我们马卡龙的示范是最难做的烘焙点心，也希望透过我们美瑞老师的简单步骤让大家一次就能够成功，谢谢大家。